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克，今天又回到了小游戏时间哦，没有错，就是我们的 Brown Man Go 的小游戏时间。今天找来的这一款呢，有没有看到杰克的角色？直接戴上了安全帽，手上还拿着棍棒啊，非常的凶狠，这到底是要去哪里呢？看一下其他的玩家也都是头戴安全帽，手拿一些棍棒哦，这么凶狠的，我们今天是要去暴力讨债啦，开玩笑的没有啦。今天要玩的游戏呢是叫做暴力摩托车，里边骑着摩托车还要去打其他玩家哦，非常酷的一款游戏。那这边的话就有一些各式各样超级酷炫的摩托车啊，你看这个还会喷火欸，还可以试乘。尽管没有钱，但是我还是可以骑上去。也有其他款的，像是用金币购买的啊。我记得任务里面也有送。我一开始的话好像是只有这台粉色的小摩托车，然后旁边这台580块的摩托车可以买。那除了摩托车呢，还有两个东西可以买哦，是武器，手上的武器。目前杰克手上拿的这个是铁锹，那也可以换成其他的，像这个很像火焰拳套啊，棒球棍，这些都可以进行购买哦。签到里面呢也有，也可以拿到一个疯狂吉他，杰克已经拿到了，我们就拿一下疯狂吉他吧。在这里呢还有安全帽，安全帽会影响你的防御力，所以你之后如果越来越多钱的话，建议买一个比较好的安全帽吧，比较不会被打飞。打飞是什么意思，可能等一下就知道咯。那么刚才展示的东西呢，右上角的商店也都有哦，这边都会直接显示有 S 级的摩托车啊， A 级的， B 级的，很多都可以用里面的游戏币就可以获得了，大家不用担心说摩托车差太多之类的。那目前我们也有疯狂吉他，我们就装备它吧。其他的话像是棒球棍啊，狼牙棒，哇，都是非常凶狠欸，真的是要置人于死地，真恐怖。那这边的话有一二三，好像是三张地图吧，然后看有没有玩家进去了。那这边有一位玩家先走进去，我们就进去玩吧。排队进去之后还会再等待一下，比赛开始咯。我们在哪里呢？我们是拿着电吉他，我看到了，比较后面这边边，比较后面一点点。那它一样是有，它一样可以左右，然后可以进行攻击，敲一下旁边的人，25滴。那它的氮气呢是利用攻击来增加的哦，非常的强，而不是什么甩尾啊，甩尾根本不需要顾虑，就是一直扁人就对了，狂扁猛扁，然后扁人就有氮气，累积满之后就可以开氮气，然后也要尽量躲一下车子啊，像这样我就被打飞了，可能赶快开个氮气先追上大家吧。在游戏当中啊，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其他没有名字的玩家哦，那些是暴走族，那些是为了让你累积一些能量用的。 OK， 目前哇跳台没有跳到，比较可惜一点，但是目前占据第一，这个暴走族又来乱了，哎呀撞到了板子有点尴尬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有氮气，直接开氮气，偷摸一下偷摸一下。只不过真的是用棍棒敲人，真是很白痴欸，谁骑着摩托车然后一直用棍棒打人啊，太凶了吧。OK， 目前第七名，其实名次一直在替换哦。哦，我偷飙车一下了，目前飙到了第二名，我还好不会摔出桥外啊。啊，氮气不太够，有点小尴尬，这个打掉吗？哦，打掉了啊，可是我也撞到了，可惜可惜，赶快开氮气走人。这板子有时候真的是来不及躲。有机会吗？现在第五，跳个跳板。现在目前位居第四。哦，有机会，氮气开下去，好像只能第二名吗？有没有机会再往前一点？前面那一个，等一下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哇，被打下来啦，完蛋！哇，原本第二名的。可惜了，可是我打了11个人欸，我也是很凶狠吧。哇，其实很多人都是2分27秒欸。那我们玩一下左边的赛道看看好了，他的背包好可爱哦，一只猫咪欸，这个 QYQ123 哦，非常圣诞节的地图哦，雪地的。等一下，我怎么看到有些人的摩托车好像特别厉害啊。好，我们就一开始慢慢跑，感觉前面先不要跟别人打架，太危险了，累积一下氮气就好了。而且我有一个小任务啊，是需要去打那个黑帮组织，我好像是要打绿色的黑帮组织。哦，这个雪人是可以跳的，而不是把你绊倒。在空中的时候不能进行攻击。哇，我被什么东西打到了，好恐怖！这个偷打一下，偷打一下，哟，打掉了，我的任务解掉了。哇，他打我一下30滴耶，我才打一下25滴而已。偷赚一下怒气，这个寻路可以打，可是我剩8滴血，他剩8滴。右转右转，目前位居第四，还可以，看能不能再累积一点怒气吧。我希望再一点怒气。那这边可能会比较危险一点，感觉要先离大家远一点。
然后如果没有被打的话，好像会回血。在这里最后一个弯了吗？好像是最后一个弯了。那开个氮气，直接一个加速，但好像追不上前面那一个，他的车子还会飞，太夸张了。这到底要怎么赢？我用一台普通的车，只跟那个氪金车差一米而已，可以了，很猛了，很猛了。刚才车是整台飞起来，哎，好猛哦！既然有玩家开出了超强的车车，其实我们一般玩家也可以开超强的车车哦。超强的车车要怎么获得呢？我们就找这个每日任务的妹子，找她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个每日挑战，可以试驾一台 S 级的摩托车哦。来看一下这台摩托车到底强在哪里哦。我们骑的摩托车在哪里勒？是这一台吗？跟刚刚那一台一模一样的，会飞的，是这个功能吗？这涡轮还要30秒哦，它的飞行动画就不一样了，累积嘛，我就可以走人了。高歌离席，它开氮气的方式好不一样哦。我被弹起来之后，那个轮胎还会旋转，这轮胎有点不科学，但是好像很厉害。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涡轮是什么。哇哦，等一下，它是会一直往地下炸吗？太强了吧，无情轰炸，这有点做坏。而且打一下的伤害是全体35-40滴，超级的夸张，好像还是有一点赢在起跑点的感觉呢。现在有海放了吗？不过好像要来个急转弯还是有点难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一人25滴，我还留一个涡轮，我是怕有人超过我，所以先暂时不用的。太强了吧，刚那个无形轰炸大家都有看到吧，后面就慢慢开咯。第二名不对哦，开技能轰炸，然后再开个氮气，超级加速，这怎么输啊，太夸张了。随随便便击杀九个，第一名，超强的车车。好啦，试驾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领取奖励200块。像是我们还有悬赏目标啊，刚刚我们打这个黑帮小弟，我们打了5个就也可以拿到200块。后续都有一些不错的奖励哦，像是还有 A 级的头盔以及 A 级的摩托车。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解解看哦，还蛮有趣的，好玩好玩。好啦，那么今天的小游戏暴力摩托车就到这里结束啦。感谢大家今天收看哦。这款游戏呢真的是简单又暴力，想要怎么拿棍棒去敲对方的车子都可以哦。如果喜欢这一种小游戏的话呢，可以在 Brownman Go 里面可以找到哦。里面还有各式各样的小游戏，大家可以去看看咯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，可以在右下角点个喜欢、订阅还有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如果喜欢本次的影片的话，别吝啬你的喜欢，给我们一个鼓励，订阅之后记得按下小铃铛，第一时间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